继续赌钱，继续赌，陈婶，哈哈哈哈哈！陶爸，你买了那么多毒品，害死那么多人，我一定要盯死你。不就是要钱吗？我有钱，来来来，你要多少我都给你，这样你好我好，大家都好吗？<笑>我是警察。 不要你的黑钱。收了钱，你才能当警察；不收钱，就当死警察了。这里所有警察都是我养的。 你他妈不收钱，就是要挡我财路喽！你今天挡我财路，我他妈就弄死你！天王老子都拦不住，我说的。杀警察可是重罪，你他妈又不是第一个。 我以前就是杀猪的，杀头猪，跟杀个警察没什么区别的。刀疤哥。 干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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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死
是能走出去，我跟你姓。不是很猛吗？出来啊！还有六方，我他妈杀了你！臭婊子！死！他姓徐，是负责扫毒的。徐雪，考虑一下。
连张五章都有，你们为什么不抓人？不是我们不想抓，如今的环境，唉。口口声声说维护正义，请问正义在哪里？正义就是个屁，如今这世道哪有那么多正义可言？哥哥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呢，就活该被强奸吗？姑娘，江湖的事情就让江湖了吧。这些请收下吧。你们对不起警察这两个字都给我滚！走吧。错了吧，叶总会在隔壁。我要见黑火。黑火，火哥可不好你这口，你走吧。我找黑火有事。你听不懂是吧？走啊！吵什么吵啊？见黑火，跟我上来吧。虎哥，有个女人找你，让她等着。别动，我看看。虎哥，有货。敢在我们的地盘散货？虎哥，没事。来转转，也犯忌讳啊。转转可以，但散货你怎么不问我呢？我从这里打出来，吃了九叔，干掉了大狗，昨天我还做了鬼，现在这一片都是我说了算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就是一盘散沙，一群没脑子没魄力的老东西，叫你们一声黑社会也是看得起你们，老东西，早就该进棺材了吗？以后，无论你在哪里散伙，都得问我。问你，你当鬼爷死了吗？快！虎哥，虎哥，我想请你帮我杀了鬼。钱我不缺。女人我也不缺，只要你可以帮我杀了鬼眼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
杀了他！我杀了你！你已经死了，以后的事你只能为我而活。从腰间发力，每一个动作都以千为单位，一千下以上，你的肌肉就会有记忆。千下以上，就是你潜移默化的本能。刀是要藏起来，然后一击击中。杀人是门手艺，在这之前，你要学会忍耐和忘记。只有忘记疼痛，才能成为一把杀人的刀。每支枪的子弹都有限，当敌人用光了子弹的时候，就是你杀他的最佳时机。三点一线，瞄准，放。心里只剩下目标和必杀的意志，而杀人的刀从不怕死。你要的东西，你为什么放过那个警察？鬼影让他死，我就非得让他活，是吗？顾忌太多，刀是不会快的。拿到鬼眼那去。是，火哥。被人砍的时候，你他妈的在哪里啊？你在哪里？你大哥被人砍死，你们怎么不去死？威严，你冷静点儿，黑火马上就要打上门来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办吧。打上门了还想？想屁！黑火系统这么忙，手下这么多人，怎么打？不如我们坐下来谈谈呢。这谁的手指？是不是你的？嗯？是不是你的？还是你的？是我弟弟的。
刀疤的。我知道你死了弟弟，可这种局势不能说打就打吧？你冷静冷静，想想办法再说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给我听仔细了，黑火他今天能杀了我弟弟，你明天就能杀了我，就能杀了你这个老东西。黑火那个王八蛋，一天到晚学人家穿西装打领带，真他妈以为自己是个人物。妈的，老子明天让你穿寿衣，谁敢拦着我，我就砍死谁。鬼爷说的对，黑火今天能杀了刀疤，明天就能杀了你们。鬼爷杀黑火不是为了给弟弟报仇，还不是为了你们这帮老家伙。黑火不搞定，你们能好好坐着收钱吗？鬼爷，你先消消气，气大伤身。这些废物早就应该送出去喂狗，免得您看了心。来，黑火是肯定要动的，何必脏了自己的手？撺掇撺掇那些闹事儿的，让他们去黑火那边使劲。警察自会替我们压压他的气焰。我自有手段替你弄死他。我现在心头这把火怎么灭？要不我再找个姐妹一起给你拜拜火。来喝酒。好帅啊。鬼爷，鬼爷，人已经就位了，继续喝酒。拿酒来，毒品泛滥，妻离子散。毒品泛滥，妻离子散。伸张正义，铲除社团，严惩毒贩。伸张正义，铲除社团，铲除毒贩。伸张正义，铲除社团，严惩毒贩。铲除毒贩，妻离子散。严惩毒贩，伸张正义，铲除社团，起公道，严惩毒贩。严惩毒贩，严惩毒贩。弟弟前几天吸白粉死了，前几天本来在鬼眼那边闹，不知道怎么跑到咱们这儿了。他们一天不散，差佬就一直守着，兄弟们不好做事啊。鬼眼老了，什么胆子都没有，也只能耍些阴谋诡计。买通了几个小警察，就想来搞我是吗？哼，是啊，火哥，你的心意啊，鬼老几是收了，但是他吩咐我，让你们这两天收敛一点，过两天再继续。辛苦了。消失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。铲除社团，严惩毒贩。我只想杀鬼爷。我要的是一把听话的刀，你不听话，我凭什么帮你报仇？拿点纪念品回来，完事了，到鬼爷那间工厂会合。Yeah!
鬼眼老了，很快就要进棺材了，跟着他你们只能吃剩饭，这些货只在城寨卖，有什么意思？从今天开始你们给我拼命干，我要把这些货卖出城寨，我要卖到东南亚、美国、全世界。这些钱拿了就自己人，不拿的就是敌人。我黑火从不亏待自己人，但是我的敌人一向死得很惨。来，谁要钱的就拿吧。简单的生活，火哥再不行我们就要顶不住了。医生说了他已经过了危险期，很快就会醒。走，
我们去医院外面看看有没有鬼眼的人。你说过要帮我杀鬼眼的，你不能死。三号床打针，家属请回避一下。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新来的。扫地盘故意支开我们，拦案杀火哥。四姐这个贱女人，老子弄死她！枪手也是四姐的人。不弄死这个贱人，搞不死鬼眼。你们守着火哥。四姐。黑火最利的刀，单枪匹马干掉了刀疤，现在你出名的很。黑火能给你的，我和鬼爷也能给你，考虑一下吧。钱是收买不了我的。哦，不是为了钱，那就是为了情。哼，我也是过来人，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什么情啊爱啊，都他妈放屁。难道你不是鬼眼的女人吗？我已经没得选了，不像你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大把机会。就算没有黑火，你想要的也可以自己去争取。我想要的就是我的酒你也敢喝？
心里，我有很多方法让你心甘情愿地成为我的。我和你有什么不同？都是男人的工具吧。没错，我和鬼眼就是狼狈而奸。我承认，我就是鬼眼的玩物。你以为你就很高尚吗？你以为你就很高尚了？你不是也抵上黑火的床？为什么不等我醒过来？你是我的刀，没有我，你是不能死的。我是你的刀，就要挡在你前。你是我的人，从今天开始，京城就是大嫂，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是，火哥。你会一直保护我吗？会。所有人都知道，鬼老能做的我也能，凭什么他们就高人一等？凭什么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们像狗一样趴在我面前。家伙，跟着大嫂，这次一定要干掉鬼眼。好。
过了今天，鬼眼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地盘就是我们的地盘，而这里只有一个人说了算，就是火哥。火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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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呢，派个女人来杀我，真他妈看得起我？杀你一个人就够。你以为我只有外面这点人马？老子下面四个堂口，几百号人马，早就埋伏好。黑火一到，你们全都得死。就算我们死，也要先杀了你。杀了我弟弟，杀了我女人，一直咬着我不放。为什么？是杀了你全家，还是搬了你老母啊？你杀了我哥，他姓徐。姓徐，我认出你来了，你就是刀疤干过的那个骚货。没错，你那天是看到我。怎么？你以为只是我们两兄弟有份杀了你哥吗？啊？还有谁？你自己下去问你哥吧。鬼眼，你们来的正好，给我杀了这个贱货！就你现在这德行，还有谁跟你啊？四个堂口，两个跟了我，两个被我灭了。鬼眼，
以后所有的地方都是我黑火一家独大，逢年过节我会帮你烧纸的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，还有谁？现在所有的地盘都是我们的，要家人我家人，要给钱我给钱，你们给我拼命干，以后全世界的货都是我们的。火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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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哥。大嫂，火哥呢？火哥在办公室。高兴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这里的王。没想到这世界上有人跟你长得这么像，有时我也分不清你到底是白兰还是倾城。我只想要简单的生活。为什么？我只想要简单的生活。是不是很有趣？
那个姓陈的警察还咬死不放是吧？收钱的那几个都被叫去问话了。鬼眼不在了，我们就自己行动吧。让大嫂去。这件事不要让他知道，你去安排吧。是。你不是黑火的人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一直以来，我只想为我哥报仇。希望你能成为你哥那样的人。来，看看黑火都做了些什么。阿邦，哎，郑三，你来了。带我们去看看他们。从来就没有感激过你。看看这些人，你可不是被黑火和鬼眼害的？帮黑火做事，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？阿邦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害得我们嫁不成家，就是他呀，就是他。我知道你以前没得选择。我也知道黑火对你有恩，但是你看看，白粉害了多少人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如果你心里还有一点良知的话，就算你不帮我抓黑火，也不要帮黑火作恶了。留下来吃顿饭吧。吃点啊，小姑娘，没什么好菜，别嫌弃啊。好好吃，吃饭吃饭，来吃吧。嗯，我们吃的比较简单，来来，吃块肉。来，阿邦，你也该成家了，连个煮饭的人都没有。没有合适的。哎呀，你也别太挑了。哪有资格挑啊？能当个好人就行了。多吃点，辛苦你啊。宋嫂，你的厨艺越来越好。太肥了，你吃吧，哥。嗯，不吃怎么长肉啊？多吃点。哥以后啊还要靠你照顾呢。嗯。多吃点啊！别客气，但是啊。
会的，会的。吃。今天这饼搞得真不错呀。吃。哎，这个好吃。来。哎。怎么了？哎。没事吧？啊。哎呀，姑娘，你这是有了，恭喜你啊！哎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这些天，你先躲一躲吧。我也吃不下去，我先回去了。倾城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叫所有人都出去。火哥没吩咐。大嫂，火哥说没说过，以后我的话就是他的话。大嫂，火哥，火是大嫂自己点的，她在里面没出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大嫂自己点的火。谁让你放她进来的？火哥，不怪我呀。谁让你放她进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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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妈的，谁让你放她进来的？你们赶紧给我收拾干净，马上出货。是是是是，快点快点。阿邦，喝糖水了。你们先喝，我换完灯泡。谢谢。你呀，也得为孩子着想。你说，你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爹吧？这阿邦啊，人能干，又热心肠。
我只希望孩子出生以后能做个好人。放心吧，咱们躲在这儿，一没有黑社会，二没有毒品，一定不会有坏人的。阿邦，帮我个忙。哎，好嘞，等会儿。我来吧。谢谢了，是我。应该的，以前一心想要报仇，没想到帮黑虎王做了那么多坏事，现在就当是我赎罪。我曾经以为你很坏，原来你只是个善良的可怜人。这三个月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。孩子出生需要一个爸爸，虽然我不能让你像以前做大嫂一样那么风光，但起码我可以给你简单平静的生活。走吧走吧，快走吧。怪不得全都在这儿呢。哟，这不是老宋吗？你们干嘛？不要老宋，以前最少一天两针，最近怎么不见人了？我戒了。都他妈戒了，我们的货卖给谁啊？放过我吧，让他回味一下。不要！你已经救过我们一次了，这一次我们自己面对。不要！老实点。放过他吧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赶紧滚！报警有用吗？哟，这不是阿邦吗？你没死啊？哎呀，这地方啊，都是老熟人啊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不能进。安乐寨，哼，不声不响搞出个戒毒所来，这他妈是要拆火哥的台啊，把他给我拆了。不能拆。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呀？快乐的源泉呐，想不想要啊？求你了，我们不要。今天我请客，免费，给我全部押出去。走，快，不能拆。哎呀，我儿子已经戒了呀。臭小子，他不让你过瘾呢，对吗？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！来呀，来呀！来，捅死他！这样以后就不会再有人阻止你了。来，不能！对，坚强，勇敢一点，来，不能，不能，来，不能，来呀！站起来，来！你放过谁？要把毒瘾戒掉！废话真他妈多。
儿子，儿子，你不能吸啊，儿子，走啊，儿子。大嫂，我哥说了，那批货烧了以后，大嫂就死了。我可能给不了你，简单的生活。为什么我躲到这里，你们还是不放过？这里都是好人，挡我们财路的人，好人也得变成死人。离开了黑虎，来到这就可以赎罪，过上简单的生活。没想到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接受这场罪。你的孩子没了，安乐斋呢？其他人呢？这是干什么？我要回去。事已经查到了，当初黑火跟鬼影合作，徐 Sir 想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后来黑火越做越大，鬼影暗算黑火，但是错杀了他女人白兰，从此他们就决裂了。他们俩根本就是一丘之貉，不抓住黑火，还会有更多人家破人亡。对了，我的廉政提案通过了，
上头会加派人手。三天以后，我会去抓捕。只要黑火没有销毁毒品，还有行贿的账本潜逃，我就有办法将他的毒品王国一网打尽。你要好好养伤，我不会让大家白死的。指望不上了，我带人去拖住警察。火哥，你先避避。看来这次我真的要输啊，输给了时代。我可以输，但是我不会走。火哥，你去吧。上冲进去，有本事放马过来啊！放烟幕弹。我想找的是黑虎，我不想杀你们。火哥说了，不是自己人，格杀勿论。根本就不喜欢吃牛排，你装成这样给谁看？鬼佬能吃，为什么我不能吃？难道只有他们能吃肉，而我就只有啃骨头的份？我要吃肉，而且我还要吃掉全部。
我要把他们每个人都踩在我的脚底下。难道这样不对吗？你想吃肉，就要让那么多人去吸毒，那么多人去死吗？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你本来可以做将。就是坏人。只能做我的人。做你的刀是我选的，不做你的人我也可以选。我要认真了，再留手你会死。你这个疯子，为了自己的欲望害死那么多人。杀你之前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成他的影子？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爱你啊，是你一直放不下仇恨，我们才搞成今天这样的。你们女人想听的，不就是这些吗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，你觉得你杀得了我吗？一会儿你就会看见，你一手培养出来的我是怎么把你杀了的。Yeah.
我只希望孩子出生以后能做个好人。恭喜你报仇了。是你教我的，只有忘记疼痛才能变成杀人的刀。你是我的人，你若批准，你不能死。
人。